我进入广送生宿舍，吃饭啦，美女们！不急，你先吃。你在干嘛？现在大多数的文啊，都是傻白甜女主，我是看不下去。我要自己写一个大女主文。你还会写小说？你写作文都要凑字数。这是他写的第三本小说啦。我也就随便写写，随便写写，再随便开个签售会是吧？你在做实验吗？没有，做个口红玩一玩。砸自己做口红？对啊，很难吗？他的化妆品啊，大多都是自己做的。以后我一定要把他们都挖到我爸的公司去。一诺怎么不在宿舍？他去帮老师出题了。学生还能帮老师出题？可以啊，物理和数学的大部分卷子都是他出的，就当是兼职啦，能挣点小钱。学生出的题应该不难吧？你做过的呀，你觉得难吗？感觉你们什么都会，不像我干什么都不行。怎么会啊，你不是还给我们打包饭了吗？就是没有你我们都得饿死。那快吃饭吧，今天是泰餐哦。学校食堂还有泰餐？先开刀。不是啊，这是我们家泰国厨师做的，贼正宗，尝尝。